何番でしょう？尾数是六的人。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罗卡，今天来带各位看一下《女神异闻录三》Reload 的他们的上市纪念会发表会。OK， 那今天我车子稍微停的远一点点，因为上次呢有发现那一个位置啊，它的地下停车场只到十点。然后我上一次就是匆匆忙忙的赶快先离开了。那这一次呢，带大家看一下到底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会有些什么东西。没看错的话，应该是对面那一边，但这个好像是饭店的路。我应该可以穿过去吧，没问题吧？反正就先穿过去再说。它在上面这两栋吧，我猜啦，还是旁边那一栋，有点忘记了。反正就这边其中一栋。必须得说，假日的台北市车真的超多的。每一次只要假日出门，差不多就会跟那种下班时间差不多。反正你就是要等就对了。很多主要干道都很容易塞车。这次我又来一模一样的地方，跟上次人龙吧一样。然后我之前是停这个位置。它其实下去啊，只能停到十点，而且有一个很大的重点，就它这个停车位，它的入口跟出口是同一个，然后再来是非常非常的小条，非常的厉害，但里面的环境很干净，非常干净。G3的三四呢，人龙也有在这边放一个看板，2月2号发售纪念活动。OK， 如果还没有看过另外一个公仔，IJUS 的那个版本开箱的话，也可以去看一下。哦，上来了，这次的速度更快了。进来的时候先换个证，感谢邀请，再感谢。好，那这跟上次的布置其实有点类似，但音乐有点大声，我很怕说会有版权。这边的话，各位可以看到，它就是在看板上面啊，放上它里面的人物。跟人龙的时候是很像的。它的看板啊，其实不只有前面做到后面也都还有，所以。整个场景就是把这个看板的部分全部都做人物在上面，前面一点点可能就是媒体，还有一些受邀，好像我就是运气好一点受邀的。刚进来的地方有一些可以试玩的位置，这边可以玩三人小队初次挑战塔罗斯关卡，然后就是有两台电脑可以玩，不过好像它有不同的场次。旁边这组应该是 IJUS 的版本，但是有一点不太一样，因为我记得没有看到那个红色的东西。其他的这个艺术集啦，还有像这个音乐原声带，包含公仔的部分，我是有开到的。那个应该是不同盒才会出现的，也就是说代表你要全收的话呢，是不是要两盒？那一般这个的话，也会摆很多给你拍照的地方，里面的角色。哇，这边还有一区耶。来个牌，跟人龙来坐一样的位置好了。我觉得在纪念品的部分，哎呀，这个算是有杯子，就是看起来该不会也是杯子吧？哎，对，也是杯子。哇，这个也很棒哎，蓝色的 P3R， 好棒。那这个印装是这样，所以你如果放着的话，看起来像躺着的感觉。质量不错，而且大手把。我是说这里。另外还有这个，这是什么？毛巾吗？看起来有点像是小房巾之类的。哦，我现在等是大的 ，Titus， 不知道有没有念对的。然后还有一个这个，有点像书签。哇，里面很多哎！我靠，不得了了！你看它这个好漂亮啊，总共有24、60、80、10张，各有各的人物，然后它是塑胶的，也就是撕不破的，这个保存价值非常的好。上一次来人中之龙，其实直播完之后啊，现场还有抽一台 PS5， 而且是有制作人跟林湘的签名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活动会好奇的，真的不只看影片，有时候真的要报名一下。如果你能来啦，真的是有不错的好看，因为现场了不起，我觉得就大概200人左右，那200人如果你要抽这个奖，机会就很大了。但今天我不知道会不会有，线上也会同步有直播 YouTube， 如果我看这个时间，起码还要半个小时左右。这边有烟雾制造局。好，各位现场所有的玩家朋友们，以及现在正在线上收看直播的你，大家晚安！欢迎大家今天来到《女神异闻录三 Reload》纪念发售活动的现场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Haruka， I am Haruka。
接着这边呢，因为现场开始有主持人在讲话，然后也有来宾啊跟总监等等的在讲话，所以我就使用配音来跟大家稍微聊一下现场的状况好了。那首先邀请到的啊，就是有和田总监，然后包含六探 Sandy 跟主持人呢，就是做一个完美的搭配。总共分了几 part 啦，第一 part 呢就是主要放在 Q&A 的部分，六探跟 Sandy 以前问的一些问题，接着有观众问的问题哦，也是一样有在那个大萤幕上面显示出来。那和田总监呢，就是来做这些问题的解答。这一 part 呢，我觉得可以更了解到游戏在制作的过程啊，团队是怎么样去发想一些创意的部分，包含他们可能也会遇到一些想不出该怎么去做，或者该怎么样去安插梗的时候呢，到底是怎么样才会出现这样子的结果。中间有一段呢，就是讲到当时啊有看到哆啦 A 梦啊才冒出的灵感啊，这一段还蛮有趣的。只不过在 SEGA 的 YouTube 频道上面有，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原汁原味的版本。那第二 part 呢是实际来玩这个游戏，这次是由六探跟观众 PK 过关的速度，只能说六探做的效果真的有够厉害，好需要真的多多的学习啊。就连观众呢也像老手一样的铺陈出一些很紧张的感觉。那实际上看别人在玩呢，我觉得代入感好像意外的不错，而且是这一种回合制的哦。我觉得代入感跟看他们在用道具啦，在看这些技能人格面具的时候，有一种觉得蛮有趣的。然后每一个属性在试着要去用什么去克人的时候呢，哎，也蛮有趣的。只不过里面的 debuff 啦，老实讲，我自己在玩这种回合制的 RPG 游戏哦，很少在用 debuff 的功能，通常都是加自己的 buff， 然后呢就直接攻击的。可能这就是个人的习惯，但是我觉得看起来真的会有一种到底谁会赢，然后有机会吗？而且看别人真的还蛮骚的。那实际看到画面啦，听到音乐，听到音效啦，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呢，也很正常。第三 part 呢是大家一起玩游戏，但游戏呢不是玩这个《女神异闻录》的直接游戏的，而是玩一些关于《女神异闻录》的问题抢答。那问题的部分全部都跟 P3R 是有关的，只能说第一名的 Lisa 真的太强了，她的分数啊遥遥领先，而且到后半段呢，她的遥遥领先是完全没有掉下来过的，真的超强。那拿的礼物呢也是特别的寒光签名海报，哇，这个真的太漂亮了，摆在家里面啊，或者是裱起来，应该都是还蛮不错的。直播结束，马上接了第四 part， 就是跟现场的玩家一起互动的。这个时候呢，线上玩家可能已经看不到了，直播结束了，但是直接抽了五位，拿了一些特别的纪念品，再抽一位 Xbox Series X， 而且有和田先生的签名主机，太幸运了，非常非常非常的幸运。最后一样有加码的时间啦，可以做签名到随身带一个东西上去，包含你要带女神异闻录的周边啊，或者是你要带手机啦、钱包等等的啦，只要你想要签的，一般来说粉丝应该就是能拿多少就想拿多少，那你就可以带上去，直接跟他来一个签名，然后一个稍微的见面，近距离的接触这样子。好啦，最后大致上就是这样子一场发表的，应该说纪念会，完蛋了，我一直忘记那名字。大约流程就是这样子啦。那我觉得，其实每次参加都还是会被游戏给烧到。老实讲，我真的自己在女神异闻录这一块啦，并不是说非常老的老玩家，只有稍微的接触过其中的几代，而且接触的时间都没有到很长。但实际上来到这种活动啊，你去听他们讲一些游戏的内容啊，包含制作人他们团队在制作游戏的一些部分的发想，你就会觉得好像还蛮有趣的，而且很贴切。有机会啦，我还是会体验一下 P3R 的部分，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。今天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啦，喜欢影片记得在下面点喜欢并且分享，也别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我是罗卡，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